肿瘤标志物升高就是患癌了吗？有这种情况的，一定要引起重视。谈癌色变，人人都害怕自己患癌。体检报告中，肿瘤标志物这一项尤其受到人们的关注。而对于更为广谱的来说，肝硬化、肝炎、肺气肿、肠道器室、直肠息肉、结肠炎等良性病均可见到其升高，而健康人群中的吸烟者斯也可升高。检查发现肿瘤标志物升高应引起重视，积极前往医院肿瘤科进行进一步的检查。